怎么都没叠到呢？快被修完了呢！这个也是会玩的，看他移动的方式就知道了。他那个超级贴膜的。 交通工具是什么？重机。哎，完了！ 刚刚变成来打草的呢，我吐了都。我靠，真的假的啦？他好猛哦！ 哎呦，没有辣酱好难玩哦，我有点在耍白痴。抓他一下好了，先加个跑速好了。感觉早点用左键，他好像早就死了。敢不烦，因为他玩得很好啊，距离感抓得很好。 感觉有点痛苦哦，感觉皮脸不玩追逐的好像不太行哦。 怎么都没叠到呢？快被修完了呢！这个也是会玩的，看他移动的方式就知道了。他那个超级贴膜的，这个太惨了。 这样的话，好像也只能挂下面。我被丢了一下雪球。
完啦，两个窗都有开，吐了，这样要鸡了呢。余光长存好用吗？蛮好用的啊。那个就是人只要稍微，鬼啦，鬼只要稍微没记位置，就会很容易找不到异常。但是前提还是要地雷炸得到才行。欸，我快刀完全没有叠到欸，这把几乎都用，几乎都是用锯的。它是平稳着陆欸，超麻烦的。我直接守它好了，顺便守发电机。哇，还有这个什么定心丸，我吐了，我真没想到还会有人带这个技能。这把应该没了，这把应该是输定了。它是平稳着陆吗？好像不是吧。陪跑员欸，真的欸。遇到一组四个都会玩的，然后玩皮脸这只鬼有点痛苦。好像太远了，就是一样没有追不到的人啊，但是就是有点痛苦，而且他们又烧这张图。哦，这张图原来是他们烧的哦，真恶心。这张图是人图，正常的鬼要抓完真的偏难。欸，这个人直接送头欸，怎么回事？报告，白房没刷板。白房是小屋的意思吗？真的，我的快刀这场完全没用到欸，超级烂。感觉皮脸还是乖乖带控机的那一套好一点。这个人好像想要，好像有 想要拼一下欸。他是平稳着陆，我跟他打好了。完了，他怎么瞬间就补满了？他刚扣99吗？也没有吧。哈喽，真的是哈喽欸你。抓烂，真的是抓烂，多抓了一个。要开门，给他开吧。那这个人呢？怎么爬不见了？不可能啊！他们才刚倒而已吗？我看到好了。这一只是猎物，这个人鸵鸟心态欸，
在想我有没有看到他、欸，居然还有时间想。快挂快挂，人呢、欸？另外一个电锯会比皮脸更痛苦。皮脸已经很痛苦了，再去玩另外一只电锯，头直接就破了。他想要先硬开再揪，他应该来不及。那你就来不及救了。哎、欸，他救起来了，哦、他已经救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像狙嘞，他在这里，那好像还没狙。他如果是平稳着陆，我一定追不到他。哎，没关系啊，我在这边等啊。我不走，你也不敢走吧？他等时间结束，他会死，我又没差。他是平稳着陆了，高几率，所以我在门口守着就好了。二抓二逃是要的吧？他还在。2000 years later。好，我要放出去好了，我来不来得及。啊，来不及！啊，搞得好像我在毕业呢，怎么办？